大家好，我是大刘，今天分享一个香辣鸡翅尖的做法。香辣入味，下酒下饭最具必备。这是今天在某生鲜买的翅尖，花了18块钱。先用清水解冻，去浸泡一会儿，破出翅尖的血水，然后冷水下锅，加葱节、姜片和料酒去腥，再加干辣椒、花椒、八角、香叶和炒果，2勺生抽，1勺老抽，1勺蚝油，最后加适量的盐和冰糖，大火煮开后转中火煮5分钟，让翅尖入味，但还不能破皮，就像这个样子就可以。然后捞起过一下凉水，再另外准备干辣椒一把，多少可以根据自己能承受的辣度决定，剪成小段后筛出辣椒籽，然后倒入开水浸泡10分钟，这样既能炒出香味，还不会炒糊。料头很简单，大蒜切粒，生姜切末，热锅放油，向下入姜蒜炒香，再加1勺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然后倒入沥干水分的干辣椒以及1大勺花椒，中火炒出它们的香味，倒入翅尖，大火翻炒均匀，再加生抽、蚝油、盐和糖，翻炒入味，最后撒上白芝麻，快速翻炒几下后即可起锅装盘。麻辣鲜香，入味又嚼劲，看着就忍不住流口水。更多家常菜请关注"蜀黍做美食"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